好了，下面我们去切到这个环境中，我们来去，演示一下这些通用的函数啊，演示一下这些通用函数。那首先我们还是去在这个环境中啊，去创建出一个新的示例文件来啊，example5 啊，对这个什么，对这个列表和元组的通用函数和转换函数的应用，好了，那么按照顺序的话，我们先来去，讲解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刚才就说了，这个元组的话是不允许我们在运行过程中对它进行修改的，对吧？但是，那么我们可以变相的去对它进行一个修改啊，怎么修改？来看一下，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去用到，我们对应的什么这些通用函数了，比如说，我可以去将一个列表啊，那么我们知道你元组的话是不允许改的，但是我们知道列表的话。它是可以去进行修改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去通过 list 啊这个函数，来去将什么将这个元组的话去转换成我们对应的什么这个列表。那么转换列表以后的话，我们再来去对列表进行修改。修改完以后，同样我们也可以去通过 tuple 这个函数啊，再来去把修改完的这个列表啊去转换成一个元组。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就可以去对当前这个元组啊进行一个实际的修改？当然了，我在这去演示这两个。函数的时候，只是想告诉大家啊，列表和元组之间的话是可以通过这两个函数去进行转换的啊，是进行转换的。那么在后期的话，我们再来去对一些数据进行处理的时候，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啊，都需要去将一些这个什么列表中数据去转换成元组，对吧？因为我不想让别人或者说让后续的这个程序的话去对我当前这组数据进行修改，对吧？那同样。有的时候的话，我们再去获取到一个元组以后，发现这个元组这个什么这个元组中数据的话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list 函数来去进行转换啊，来进行转换 list，然后呢再进行实际的一个操作，对吧？当然你转换完以后的话，它肯定会生成一个新的啊，它并不是在原有的这个变量基础上去进行修改的啊，它是会生成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数组啊，这个时候这个元组或者说这个什么这个列表啊。好，下面时候呢，我们就去使用一下这两个函数来演示一下如何去实现啊列表，到这个元组啊，或者说元组到列表的一个这样的转换啊，那比如说，首先我们在这个地方去创建出一个什么，创建出一个元组吧，对吧？那你比如说，我们还是去写这个名称啊，tuple，但是它是一个元组类型的，我们去使用小括号，对吧？像张三，李四，王五，张六，对吧？好了，我们少写几个啊，像四个。OK，那这个时候的话，你看一下啊，我们现在去通过这个打印的时候，我们知道啊，type 的一个属性的话，就是输出的应该是一个什么？输出的应该是一个元组啊，就是 tuple，对吧？那么下边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list 的函数来去进行一个实时转换啊，就是使用list 函数将元组啊转换成一个。列表啊，好，转换完以后的话，当然了，我们去说的这个转换啊，并不是说我去写一个list，然后呢，在里边我们去把这个names 与 tuple 这个元组对吧放进去之后，那么在这个地方在打印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不是通过这样的一种作用啊，在打印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这个列表了。它实际上你看再去转换完以后，输出的是不是还是一个 tuple 对吧？还是一个元组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把它原有的东西去改掉。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去使用这个 list 的话，是可以生成一个新的这种列表啊。那你比如说，我们写一个什么 names list 啊，等于什么？等于它。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来去获取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列表啊，获取一个新的这样的列表。你这个时候的话，你再去打印一下这个它的一个类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那这个names list 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列表。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说能将一个元组转换成一个。列表以后，那么列表中数据的话，我们是可以去进行修改的。但是你原有的这个元组中数据是不允许进行修改的，啊，不允许进行修改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去进行的一个转换，对吧？那同样，那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我还可以去写一个什么？写一个，你比如说写一个 list 啊，成绩吧，score list 啊。好了，这是分数的一个内容。那你比如说，我去创建出一个列表来，对吧？100啊，然后呢，33、76、88，对吧？然后呢，12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啊，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列表类型的，对吧？那同样，我们也可以去写上啊，使用这个什么，使用这个
top 函数，对吧？哎 ，top 啊，去将一个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列表啊，去转换成一个新的啊新的，你比如说我们去写一个这个new top， 对吧？哎，转换成一个元组啊，去转换成元组，啊，所以这个是加注释啊。好了，可以去使用这个top 这个函数啊，去将这个什么将这个列表啊，去转换成一个什么转换成一个元组啊。好，转换元素。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去print 一下它的一个类型，后边 type 括号里边写上 new 一个 tuple，对吧？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来去进行这个实际的运行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的话，我们可以去将一个这个什么这个元素的这个列表啊，来去进行一个这个什么这个元组的一个转换，对吧？那这是两个函数啊，一个 list 的一个 tuple 啊，大家要知道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啊。所以刚才我们就也去说了，对吧？当你有这个特殊需求的时候啊，你可以去通过这两个函数来去进行什么实际的转换，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可以，对吧？当然了，我们要去知道，你去使用 list 的函数也好，还是我们去使用 tuple 这个函数也好啊，都是没有办法在原有的这个元组上，或者说在原有的这个列表上去进行修改的。你转换完以后，它会去生成一个新的元组啊，或者生成一个什么新的这种列表啊。好，所以这是我们去演示的这个。两个函数啊，当然了，那么我们还去可以看到啊，在这个里边的话呢，length 这个函数我在这就不再去演示了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去通过之前时候我们一直在用了，对吧？通过这个 length 的话，可以去获取到这个列表啊跟这个元组中的这个元素的个数啊有多少个，对吧？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 max 和 min 这两个函数的话是可以帮助我们啊在这个元组或者说列表中去提取什么提取它的一个什么提取它的一个最大值或最小值啊。那比如说我们在下边的时候就直接写啊，去使用，使用什么？使用这个 max，和这个什么和这个 min，函数，获取什么？获取这个列表或这个什么元组啊中的最大值，和什么和这个或是最小值啊，最大值和最小值啊。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直接去在这儿去写了啊，你后边写个 max，谁呢？我在里边去写一个 new tuple，对吧？因为 tuple 的话呢，我们去已经转换成 new tuple 的话，是我们转换成这个从元组里边，从这个列表中去转换过来的一个元组，对吧？好，这个时候的话，你来去运行一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最大的一个值的话是100，对吧？好，那同样你也可以去使用它的话，我们去转换成什么？这个获取到这个什么？这个 min 就是元组中的什么最小的这个值啊，都是可以的。最小值的话是一个12，对吧？好，这是我们去讲的这个。关于元组啊列表它的一些通用的函数啊，以及这个什么以及它的一些转换函数啊，那这个的话是我们去讲的今天的关于元组和列表的一些通用的一些操作啊。